啊，哎，有家己人就对啦，哦，这么些，这个来，这个来，国语这是已经大家拢不了解了啦，所以看下这，啊，原本哦，拢在涂下底，咱慢慢哦，把它挖掘出来，这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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来，
全部都是一道酒窝啊！今晚你到我店去，我也要跟你们吃。对，所以呢，咱最后为着讲后壁的豆腐拢同款，所以呢，伊这材料一并都是由板头窑，嘿，全部拢甲烧出来，咱再来个做蒸炼的一个动作，应答之旁。 啊，印蝶神蝶花掌，手果蝶叶可能树当印规掌，那金红吼，就是咧讲到咱可能树的树规之树。咱所看这吼，伊内底吼有包含着两块树果伫内底，伊也阮无甲切掉，阮就一条吼总甲包在内底，啊外口刚刚用钢筋水泥把它制作完成。那恁即摆看吼，其实伊这是属于平面的剪面，因为剪面它有分两种，一种是立体剪面，咱所看可能树的叫做体剪面。 咱这叫平面剪的，足侪人起来拢讲啊，起也无看到水，诶，因为伊豆豆啊平平啊平平啊起的吼，所以咱即摆目前看吼，家当看到咱的溪沙包遮尔吼。来，咱即摆所看这叫做复形铁桥吼，复形铁桥底下咱这搞不熟吼，铜炭钱的就是这条，诶，所以伊地层的黄金铁的话，曾经吼我听过阮庄的吼，伊老一辈有讲过，诶，这条复形铁桥伊曾经吼，发生一件大事件，就是一条断桥啦。 啊，桥断去了，迄阵讲听讲死三十几个人，因为吼，哦，台啊车过，啊有载物件，个个规个物件，呾个规个拢拢停落，枯萎去啦，所以本溪了三十四个人伫迄内底，嘿，啊，即条桥吼，通关时间就是属于迄站啦，啊，咱较早吼，所看的风景其实嘛，毋只伊是较弯平呀，豆豆豆豆个所看咱这边，啊，若安尼平了一大片。 哎，长天宫就是我们的妈祖庙，就是阮遮信仰的，的一个地方，这样的表现。啊，遐个有一个古井，哎，啊，这个早龙湖啦，哎，啊，这吼拢是伫咱，哎，这就是咱的地基砖啦。你即摆甲看，有无出乌水房间个，就是咱这物件拢是安尼乌出来，都平灰了。哎，会啦，你敢无坐着？哦，我讲你今仔伫遐坐遐哦，迄毋是迄样，迄是人学问的。哎，啊，你若准哦，可能树啊，啊，无咱等下来去探讨一下，好无？